来自匈牙利的一支运动队近日一举打破了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节目最精彩的要算是最远距离的蹦床前空翻扣篮，此前这一纪录已经有8年没有人能打破。助跑、起跳、空翻、扣篮，来自匈牙利的小伙子巴林特动作一气呵成，一举将蹦床前空翻扣篮的最远距离定格在了6.18米，打破了尘封8年之久的由美国人创造的6.09米的世界纪录。除了这一纪录，这支匈牙利杂技运动队当天还刷新了多项世界第一，包括1分钟内团队蹦床灌篮次数最多、抛接旋转篮球最高高度等等。事实上，这支杂技运动队早已名声在外。2012年，他们曾参加当年的英国达人秀节目，精彩的篮球表演令在场的评委和观众瞠目，一举闯入半决赛。